对吧？啊，你这个你还要取决于你的魔功。好了，那后期可能会比较痛啊。我们先用推荐的好不好？然后标记弱者，然后眼球收集机，然后那边致命一击，你的血越少，伤害越高。OK。猴子好运节也互换，不然就两两双牌了。两两双牌的可能性比较高。I've got you under my skin。 那个推推的那个伤害多少不知道，70，冷却60，今天点 Q 啊。那对面是谁打野？总是艾希打野啊，艾希打野。对啊，是他小，是他小。Wonderful。 但我死掉了，我普攻好慢哦，普攻速度太慢了，0.75。为什么不打这个啊？想要省 Q 的，结果没有啊，算了。A vital decision. Enemy slain. 这人呢？攻速血。Trickling progress.拜！我现在等红怒，我是不太理解那个时间。那是。要拜。I'm absolutely livid。没事的。我们真的是好运姐是上路呢，那呢？The clot thickens. 可怜的安妮。Deliciously vain. A harvest moon.So dominating, please let it all out. 我真的450哎，超痛。耍人还蛮方便的，又大了。
我真的不太会控这个点小兵。降 CD 吧。My cup is half empty. Bottom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头痒痒。这吸血鬼其实蛮 OP 的呢，他在规避伤害这一段。哎，我没有闪走，我被他定住了，不行。算了，先出去定住吧。这群人集合的那么快，我也很意外啊。还有个，我去这边好了。On my way. A vital decision. Bottom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我吃懒的啦，你是很缺魔是不是，小云姐？家里没事情吧？ I love a warrior with heart, never a stay on your own. 这样的哦，要修。这红眼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放松。怎么队友好像怪怪的呢？ Enemy double kill, ally slain. My cup is half empty. I love a warrior with heart, never a stale moment. Ally slain. The clock.酷啊！搞定牺牲，对。还行还行，那咱们阿姆姆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对面已经一个没有用的打野了。我们的是021阿姆姆，Q 的距离比普通还要长，所以可以善用一下吧。靠腰那四秒太久了吧，好烦哦！我不太不熟悉的了，而且我刚才没有，我刚才是要ER，我没有按，太可怜了。Attack the turret！叫我们去拆塔吧，我们去找猴子。找猴子练习一下。找猴子练习。小猴子，抽个血，抽个血。
是这是哇！他那个龙卷风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啊？因为他的攻速满了吗？那不太熟牙膏了。哎、啊，不打吗？这个被你们绑起来不打吗？为什么不打？为什么不打？哎呀，我们不太知道他到底想干嘛。西鲁加，为什么刚刚不打？啊，结果他们推半天，这个塔也没有推掉，到底是三小？我刚想神闪了、啊，这个怎么可以闪？哦，那是我们的猴子哦，懂了懂了。撞一撞，然后我们去上路吧。你推塔吧，你推塔就好。Enemy rampage.Enemy turret destroyed. A vital decision. 应该闪的。现在猴子你啊，你血那么多，你就给我直接出塔。我比较意外是这边的。难受啊！猴子在搞哎、欸。然后去下路。把兵推一推吧，因为他们只会打完，因为打完就回家，打完就回家。这是一个推塔游戏，我这选路好快哦。血轮太快了，塔推一推吧。对啊，我先吃吃他们不吃的东西吧，去吃。啊，你三技能按下去，它读条满就可以直接放了，因为后续的话还是会缓速自己。
哦，这个满了，你就可以直接放了。啊，不然你按下去有没有？后续它是会缓出自己一点点，不多，就一点点，不多了，就一点点。那个好运姐我打不到啊，好烦哦，反住那谁那么缓的啊，他的三技能啊，然后这拉克斯不来打，真的阿杂。我觉得是不是需要那个啊，他们也没吸血的，是那个牙术啊，牙术需要吸血。我刚刚那边应该先闪进场，不要推推棒，不要火箭腰带。那对面应该两个电脑吧，因为那个猴子跟艾希走在一起。Enemy rampage. The enemy team has stolen the dragon. 大小。Enemy slain. 真衰，被偷龙。The 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没有了，我撞墙了，别惊了哈。A harvest moon, so aptly named. Tower, Tower. Please, let it all out.他好烦哦，我怎么只能换掉哎？他那个顺上来真的好烦哦。我们的好运姐比较笨呢，他虽然拿那么多头啊，但是他是拿白痴的头哦。没事没事。反正都没有白痴，我们自己来打。我们等一下针对好运姐就好了。啊，这两个到底在晃什么？真的不懂。在打？你怎么不打？哇，都没塔，还不打？哦，这个反应很快呢。哦，他反应很快呢。Shut down. Attack Baron. Attack Baron. A harvest moon. So. Oh, boy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Ally slain. I'm absolutely livid. Something.为什么要对我丢招啊？这傻眼！主要需要那个猴子啊，
没有兵。 捡塔好不好？优先拆塔。 1000多欸，那个暴雪1000多欸。 暴雪1000多欸， 太扯了吧。 1000多欸， 对啊， 暴雪1000多。 我们家怎么要爆了啊？ 剑不会走，送你的。打这个好不好？嗯。再不用了。那你们残血的。 把兵推一推吧，我在那边推兵。对啊，怎么一直在丢我啊？白痴是不是？小火主，阿嬷嬷自己在吃，好烦。小火主。 所以我们推一路就可以了，但是就算了。这个好不好？把你推塔，推塔。 直推，这样就6吧。刚刚一直推，好烦哦，超烦。 不然我们其实已经上高地了，哥，我应该去推的啦，我应该直接推塔，不用回来。可是我们的队友跟对手怎么可以那么扯啊？这是后期太强了。 后期太恶心了，那这些把它检举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我们的标签 ，OK， 已经有人在玩了，所以才 88%， 49% 88%， 哎，三小。 真是洗兵王。